众星斗趣杨子。场面一，场面二。有试图做一哪些工作？有啊，刚开始的时候想跟他拉近距离嘛，然后他就说有一家火锅特别特别好吃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我就一直在问嘛，我就以为他会说那下次我带你去，结果他说那一会儿我让我助理把地址给你。然后我就每天跟他开玩笑，我说我可不可以要到你联系方式啊，然后他到最后一天还在说你想联系我，那你来香港先找到刘德华再找张学友，最后就可以联系到我了。我说天，那我怎么联系到他们呢？他说你去看他们的演唱会。长面山，人家咋了？人家工艺品、艺术品，他不应该放到那儿吧？应该在鸡窝里是吧？那个蛋跟谁组队？哪有一个聪明的？大傻配老傻是吗？姐，你看我这张脸像不像你儿子？我比你大三岁。不止。弟弟为你吃一个。你这个动作很反常。做什么任务你就跟哥直接说。姐，可以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吗？第一次被你。突然大家都鬼鬼祟祟了起来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说我冷，我刚关上就穿上。我说我冷要打起来了。来，咱们一块自拍。长面试，哇，你今天晚上真的这句话哇太霸气了，太霸气了。 MVP， 我一直听你子涛哥。子涛哥，你比我小呀。我比你小一岁啊。哦，真的。子涛哥对不起啊，游戏没有办法。从今以后只要在这个节目，我不会对你们有任何一句真话。但下一期肯定就不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改观，我对这个节目也有了新的改观。从今天开始你们都不是我的朋友。你先导片就该开始了，你们都不要跟我说一句话，我现在自闭。以后来干。